本，啊，财就是我，哦，财就是我。再来两块，啊，本就不分，本就是不分，本啊你，得先，啊，本领是得先，本啊你要你得来先者啊，本领是得先，好像这样分，这样子，但我们解不出来，所以这是人家讲，古人讲，天下无不好之心先，人间无不好之心君。天下无迄个不好的先生，啊，世间呢嘛无迄个不好的先生啊。哦，其间世间之所以乱者，世间的乱，哦，乱理大有余，乱理大有余。世间的乱有原因的啦，哦，原有余，原自私，这个世间的自私，这个世间是。这个时代，世人做主，功德心的人做少。你看人功德心，就爱去表扬，世界就咱去表扬你哦。屏东、台东啊，屏东东市局方哦，大局。你看，含许个屏含美国都较表扬哦。爱靠近你落去，屏个美国嘛无少人啊。哦，啊，就咱这人去较表扬，哦，你要看是的。啊，世间的。不会，所以就是嘛，来，哦，咱那真正要成一个君子，一定爱有本啊。那要成一个君子，一定爱有本，本立道大先啊。是，我咱前讲话，伊嘛无家庭无啥，有伊先无啥嘞，一定先无啥嘞。所以呢，你不知无，不知啊，哦，所以咱一定爱了解。市民学到成不成成成人，唔是有八字人关系，那唔是贪大钱人关系，你先得啊。所以呢，咱冇去解了解这个问题啊。所以呢，世间的乱，就是乱先自私，越自私功利越，愈自私愈无功利，越自私啊功利越，多大利于己啊。到大地之间，殊胜或怎样？哦，一定无真理啊！到随时间开播多，但是都无人要求，无人要以真理来修啊！所以世间就转变了。哦，所以主道天，哦，这人道、仁义主道、仁义主道，这做错啊，做的也是个故事，对啊。这错啊，这。做做平老师，哦，做做老师，哦，做皮啦，哦，做皮咪必须做的，哦，也叫人爱做事，啊，做的呢是空有的老师，也叫做做事，七步成诗，啊，但是这个诗未使讲得遐尼凶，做的哪讲，主道人道天，道在腹中天，本是道天仙。相煎何太急？讲了就去六三庄老师，讲我心大只的，啊，事实世间人就是讲安尼，啊，伊讲主道人道天，主道，哎，用刀啊，用刀啊，机来赢刀啊，别个赢你啊嘛，啊，你来别个。啊，刀在腹中切啊！遐刀去啊，刀顶顶顶内面咧滚啊！啊，本来就是当今生的啊，伊嘛是爸爸的囝，啊，我嘛是爸爸的囝。相煎何太急？啊，要怎要甲后世咱了解？要赶紧。七步就生死，一人就要无，就要甲你安怎样？所以做皮鞋感动，哦，心，目屎就啊流出来。什么人无良心？有啊。什么人无自信？讲底有啊。所以呢，咱无去甲挖掘出来，咱嘛是，
所以咱透过圣灵讲的物件，从咱的良心来挖掘出出来，哦，从咱未来的道路，伫咱的灵来开发，拜访咱的老前辈，叫伊来甲咱同参这个信仰，哦，讲互伊听来同参这个信仰。予咱地方会当发展，因咱中央地方是足早足早就道路就足方便。我听华经理讲这本书，听陈经理，听黄国平先生先，伊来讲过来。哦，因为因这人呢，拢学着崇拜神，学着偶像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大家。爱同心协力，为着众生的定论，为着众生的性格，为着咱地方的道路，为着咱个人的功德，无做绝对袂使，一定爱好教育，好教育，哦，一旦啊，非挑不可，非打不可，唔是这样子打啊，打对。不是叫人是有天命尔，咱嘛有天命。咱跪伫遐顶顶，顶求到是领天命啊！哦，有咱咱特别是台湾要来，求到以后要生生保寿、心脏袂衰、医生呢，天作不正，技术变作啥物天机拢不灵得，啊，灵得不灵，不灵必灵。先唔是用上天交换条件吗？啊，唔是我同你搭这个上天天命吗？所以。咱大家社会之乱，人人有责；国家人亡，必有责。社会之乱，人人有责。众生无得着光，也是人人有责。唔使你靠孔子，但孔子靠诸侯，靠孔子做伙。孔子问颜渊甲贵罗，伊个子游，贵罗讲：还一万，还一万。以亲就一比六叫百计心法，安念乱，万物先无息。诸罗啊，万物住其起，诸啊，乐解安己，平有心己，小家无己。天人都是天人，圣人都是圣人，达到至圣都是至圣，个人的心更无修行。诸罗下载不见，要下载干恁活动，我得一单水平比较活动。不，但是下心，万物发生无息了。孔子、孔圣人，伊个心都无相像，伊毋是用善心呢，伊是咧，伊个情到天啊，心往天啊，乐者要安置，朋友要信任，小家要回传承，要真人得到，真人回归本来。咱也是负责嘛，咱也是负责，咱一定爱做，一定爱做。大家团结，啊，大家认真。我讲这个实在啦，叫我这回啊，我那来就拢不得啦。我讲我是大家这回，好吧？我做人就好，我若不能我爱上这个面，我讲我爱面，我袂好在面上。发紧啊！我都替我想，啊，你替我想，我免该提钱。我唔是钱嘅问题啦，我唔系红烧面啦，好啦，买到佢啦，哦，真系高兴，我唔想，我听你老师想咁少少，阿爸先啦，讲你爸爸七十九岁啦，我当然是，哦，吴正廷咁样叫我来吃，但是我好贫啊，我七十九岁都要炸，我真贫，七十七啦。我每个城市打电话就是炸弹，是不是？我直接把那物件来搞崩坏的，大家了解一下，讲啊，我大家根本就把电的都崩掉了，可以沾点喜的啦。我来看到咱中央的都崩掉了，我冇装坏的，哦，所以我定了这个，我冇装坏的。所以就是嘛，啊。但讲心连心，啊，就看心。来，为了这个万般信仰来奋斗来努力啊，所以
新闻话拢莫甲听咧，真你听着无新闻拢莫甲听。你若看人咧讲是有，但是这团体拢有这是，干那即回咱用心的领领导是，一定会，对吗？啊，你阿想，大家拢到什么境界，还佫有是？所以，毋是足好讲诶，就是讲伊德性足悬咧，伊学问足深咧，伊捌足侪学问足深。福清讲，文啊学文啊，学问啊学问。啊，我即阵讲讲常识，所以要了解。哦，所以，啊，咱伫遮呢，一个，哦，主道，啊，做人人以主道，天地皆常。各处公常，公常论灭，公常论尽灭，公常尽灭。爱政治家，划地划人，记住，得其一者，且其一也。民变之无地，你讲清楚就正常讲的，你正常讲的，办得办。所以呢，这个时代有乱无？哦，你又发到世界密密麻麻。冤债有人在弄翻，冤债有人在贪污，见贪污都几千万、几亿万的个事，有啥道理？有啥道理？也是这方面。你若自己吃不着，也是亏的。没有啊，吃香烟啊，卖些花旗啊，为着费用啊。哦，也若困上好，后生人不再信你。看开，上眼嘞，哦，所以到时阵呢，这个时阵来政治家出来，哦，愈治愈乱，记住，多治以前，节制以后，用法律来辅助这个社会，啊，有效无效，有效，民变是无敌，大家愈袂晓小见识，大家愈袂晓小见识，社会就愈乱，哦，爱多治一点。节制咧，互伊有气吃着。啊，讲起就爱，就早就爱推两条路伫遐互你行。道免地天啊，要出行过一定爱有德。节制咧，用力来补迄个不足。哦，互有气吃着，互知影啥物叫见效，啥物叫真格。哎呀，做会有啥物代志啊？哦，所以逆境莫怕。民心先民多贪，这是呢，逆境莫怕，先民多贪。哦，所以虽有善者，亦无如是好。虽然讲道德开普通嘛是不大啊，哦，是不大啊。哦，辅助长老，德积德，福德有形有体，所以辅助功德。这样讲讲，人家都先进才教来讲，哦，伊讲只有得有德有能有力，咱只能啊，只有得有德，有力。慢点，再慢点，像啊，爱情的古典，有理有理啊，这是咱都，是咱非常面目之一。你回乡念佛一定，都是咱回乡念佛时机。归根是归处，咱要归根要转去，爱归根道，爱学道、念道、修道，好是大善道啊。所以呢，返本就是要返处啊。简而言之，简单来讲，即是讲本来面目，即是咱真正本来面目。
总观之，即善，即善，即佛，即菩萨。恁若当善道，咱成善，成善，成佛，成菩萨。那么德，古德，修道古德，德是五蕴分之性德，德是咱的性德。这是咱的信仰哦。这是咱的信仰哦。那是对的，这是咱的信仰。一切方爱看见，这是我应允之信仰。如何去挽回人生？你安怎挽回的志愿？如何去挽回人生？穷鬼甲人，大家拢错错倒。用归格啊！当初生死之大风流，唔过到这个大风流，到这风流之才生死。当初生死之大风流，啊，安尼呢？啊，可见，未使可见，啊。那么人是咱人应尽之义务，人是咱人应该去尽的这个义务，尤其儒家，儒家最管。诸公在天的老师，诸公啊，虽不修人之应，皆讲不出，可谓情义好，情义好，是吧？何事无义心，必也相好，尧舜亦有编著，夫人家既有一品，亦有大体，连因出北，以书远。所以儒家讲最烦就是记。